是唐古拉山啊，你拿部大机来拍啊。好啊。最高那座应该是主峰，海拔6600多米的。有一条白色的云在中间，真的很美。过了唐古拉山，高寒草甸替代了雪地，几乎是眨眼之间，窗外已是一片穷山荒漠，跟着又是一大初春的景致，而主宰高原的雪地很快又再次回归，应该就快到唐古拉站了。5062米的海拔啊，呢度。哦。嗯。近近收有少少顺路收到。唐古拉站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唐古拉站概况。哇，白茫茫一片。远处的地方呢，是落紧雪的。唔係嗰邊係遠處嗰啲山啊，嗰啲好高啊，嗰邊啲山。好高嗰啲山咧，係依家好似啱啱個太陽穿過咗個雲層咧。係啦。就照到白茫七啊！係啊。有一陣間又有太陽，有一陣間又飄雪。哇，呢度显得相当之苍凉，不过有种恢宏大道的气势。转眼间又是另一番景象，真是有啲穿越时空的感觉。你睇前面呢边有太阳，再前嗰边咧，再前方咧就黑蒙蒙嘅喎，个天。同时呢，还可以分。这里也有些木纹在这里住，有些木在这里。